蒙古族原本只是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一直受到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奴役，内部还互相残杀，直到一个叫卑之金铁木真的男人以强势手腕一统蒙古族，并多次以弱胜强战胜金国，蒙古国因此崛起，在灭亡金国之后迅速走上了征服世界的步伐。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虽然拿南宋毫无办法，但是却在中亚、西亚、欧洲的反弱一阵狂风般扫过，被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说的不好听的叫黄祸。但是如此强大的男人，充满着征服欲的男人，却没将近在咫尺的邻居朝鲜和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呢？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以高丽杀使者为由，于1231年8月密萨里塔率蒙古大军讨伐高丽。蒙古军入据高丽后，洪福元率民1500余户前来迎将，附近州郡亦有来将者。萨里塔在洪福元的协同下，先后攻取40余座城，连战连捷的蒙军直逼高丽王城。高丽高宗遣其弟怀安恭王起将蒙古军队，索取了巨额财物后退军，但仍在高丽的各京府县留下了72名达鲁花式镇守者，对高丽进行间接控制。1232年6月，高丽王举反，杀死蒙古所置达鲁花赤72人。为避免蒙古的报复，高丽权臣崔仪决定迁都江华岛，于是窝阔台决定第二次讨伐高丽。8月，再命萨里塔率师征高丽，至王京南，攻其楚人城时，中流逝亡，复率铁戈领蒙古军回师。原降服的高丽百姓归由洪福元统治。10月，高丽王遣其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章向窝阔台上书请罪。1233年4月，窝阔台诏谕高丽王悔过，并指出他犯下的五大罪状。高丽王因占据江华岛，而蒙古无水兵，故不从密朝觐，反而又派兵攻陷，以回复于蒙古地西京等处，劫渡了将将洪福元的家。为此，窝阔台决定第三次派兵讨伐高丽。1235年春，窝阔台命唐古再征高丽，至1237年，先后占领龙岗、且从等余城。高丽王请降，但不亲赴朝觐，只遣使入朝。蒙古则已在出其海的路上，履约朝觐，然高丽王总是拖延不动。1240年，蒙古又派兵攻克昌州、朔州等地。1241年，高丽王已阻止为几次入治，高丽又臣服于蒙古。1246年，元定宗贵有汉元年，高丽又停止岁贡时，蒙古军队从1247年至1258年元宪宗蒙哥汗八年间，曾四次进攻高丽，迫使高丽王遣王子前来朝贡，并留蒙雷制。自从1232年高丽迁都江华岛后，被激怒的蒙古大军先后遣军七次征伐高丽，给高丽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不少地方因畏惧蒙古军威，纷纷据城归附蒙古。高丽有不少大臣也对于蒙古对抗到底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同时蒙古也在筹划另立高丽入治蒙古的质子为新君，而这一旦成为既成事实，高丽朝廷便面临平原化的危险。1258年，高丽众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主张弃路保岛的权臣崔氏，说路向蒙古投降。1259年，蒙古与高丽达成和解协议，蒙军撤出高丽，高丽朝廷迁出江华岛移至陆地，并派王子入朝蒙古，两国战丁状态结束。在忽必烈继位之后，朝鲜半岛这大瓦之地又多次反叛，终于忽必烈忍无可忍，将高丽灭国，与高丽至征东行省、全称滇东等处行中书省，由元朝直接统治。在王京今朝鲜开城，设达鲁花赤管理征东事务及监管高丽国政，保留高丽原有政府体系，从其国轴自奏选属官，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此外，迁于辽阳行省沈州的高丽居民总管府，主要负责高丽侨民事务。
慑于黑龙江下游努尔干的征东赵讨司负责古梅、吉里米等族事务，慑于丹罗岛上的丹罗居民总管佛负责房窝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元朝直接统治的高丽居民总管佛征东赵讨司、丹罗居民总管佛设有参知政事管理。至元十一年1274年5月，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杰利密斯嫁给高丽王子。6月，高丽老王逝世，王子继位。一年，因忽必烈要求，高丽新国王改变了所有与元朝相类似的省、粤、台、部等官职名称，派遣了20名贵族子弟前来入侍元朝。如此反复无常的民族，偏偏内部还异常团结，这让蒙古帝国也头疼不已。加上朝鲜半岛地形复杂，多山地，对蒙古帝国来说就是一块十足的鸡肋。于是干脆还是让朝鲜的国王统治朝鲜的人民，蒙古帝国只是控制朝鲜的王族。不过朝鲜之所以能够幸存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穷。那日本为何能够幸存下来呢？这不得不说，日本人的天照大神真的吉利，不像我们汉族的神仙。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身为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公元1274年，忽必烈的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历史记载，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丰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居民总管洪察力以900艘战船、1.5 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锦上镜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4月初占领了对马、伊奇两岛，继而侵入肥前宗浦郡，是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哉夫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后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栽，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再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新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 1.35 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第二天即22日早，日军在大蔡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驶至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1945年的时候，美国准备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人因此组建神风敢死队。但是这次神风没有再帮助日本，随着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也将日本人心目中的神风信仰彻底炸毁了。